下午好呀，受不了了。差不多用一个铺开硬币的大小就可以。今天用香香家的贵妇粉底液，推开之后它的容肤度真的很高，像自己的皮肤一样，就没有那种假面感。有预算的小姐妹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粉底液，是我当时在专柜去试了之后才买下来的，建议姐妹们也去专柜先试一下，看看适不适合自己的皮肤。该我用 MAKE 家的13号色，我觉得这个它有点像那种芭乐的颜色，带一个棕色系的眼珠珠，他们家算是老网红了。我忘了给你们展示我的新美甲，这是我昨天新做的一个美甲 Hello Kitty， 我第一次做这种风格，就是有一点又辣又可爱的感觉。今天戴西太后家这个项链，这个项链我买来还是第一次戴，因为它比较夸张，我真的很喜欢它这个小星球，就全是钻不灵不灵的，再加上这种珍珠的点缀，就是很有质感，好喜欢。又叠加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项链，就一个叠戴的效果。浅浅臭美一下吧。今天喷一个玫瑰味的香水，喷完香香出门了，好看。逛街去了，逛街又去逛西太后了，想买一条叠搭的长链，但是看了好几个款式都没有特别喜欢的，然后我们就在商场里面发现了一个展，开始拍照，女孩子们的拍照时间，开拍，一定要这样。品德镇的陶瓷好贵呀，266一个，这个配色还挺好看的。又到了某一天的下午，其实距离上一次和雪顶见面已经过去一周了，今天我们要去看一个小型演唱会。我觉得我今天妆容是比较亚一点的那种，然后戴了一次这种蓝色的美团，好喜欢啊。今天搭配的这个包包是我在旅游的时候买的，当时我看它上面的这个钻真的超级闪，所以说肯定会很出片。一个姐姐风格，一个妹妹风格，小二姐。差点忘了给你们再安利一个，如果说要去演唱会或者音乐节容易出汗的姐妹们，记得一定要用一下这个。这个止汗石是我用了好几年的了，就我每次去国外的话，我都会带一瓶回来，它挺耐用的，但是每次我都会给够，因为我很容易弄丢。它就是这种无色无味的，真的挺好用的。而且马上开学军训的宝子们，建议也可以备一瓶。咪咪呀，点点最乖了，是不是点点？是不是啊？我现在遇见好光线就走不动道了。啊，可以。感觉还挺多人的。我说我第一次来看这种演唱会，我第二次。换个跟谁来了？我哥，不然呢？好多好多人啊，刚开始秒变爱人都不敢动的，音乐一起感觉就来了，耳边太浪漫了。现在出来觅食，哦，这灯好好看，大色。我在小红书上也刷到过这个百草果汁，10点钟还开演唱会，真的很满意今天的妆容。看这个小翘鼻，姐姐和小孩姐。在场馆门口选到一家超级好吃的土豆粉，辣椒酱也非常香，大嗦一口。和姐妹出门永远不用担心不会出片，酷酷拍照。最后再记录一下今天这个满意的妆容，回家小狗们都睡着喽。